加隆的快速账包含的内容，一只房价的股价，然后高遮光的顶部，然后顶部它有配外带，然后耐磨的收纳袋，然后这个是脚那个骨架下面的脚套，然后绳子，然后银钉我们都给出的，八根黑钉，粗的黑钉，然后分长短，短的打脚，长的拉银绳，然后四条五 mini 的银绳，然后银钉银绳带，所以它的配置算非常的完整，然后不用再买其他的配件。